我对超马加如数这种概念的话，我其实一开始也是怀疑的。但是后来我参加了3000公里的赛事之后，我更加坚定的认为，速食对我们的超马一个体力方面是很好的。那我希望能借由我的表现，能够让世界看见台湾。 3000英里等于等同5000公里的一个赛事，是一个地表最远的公路认证赛。它这个赛事定得很微妙，就是52天要完成5000公里，那我是提早完成，我的记录是49天内完成的，那目前是亚洲记录，是亚洲第一位。它这个赛事是准备速食的，我觉得好像不太会累积我身体上的疲劳。 那我吃了之后，我觉得说，哎，我每天都不太有酸痛啊，那我就哎，沿着纪律的去执行，这么长的一个赛事，准备都是素食，所以我认为这个赛事的原因是说，它就本身就在推广素食。那你参与它的赛事，等于我在推广素食一样嘛。而我们台湾是最有福报的，我们素食的人口是增加的，所以由我们台湾做起，我们是。 素食界的台湾是number one，祈祷世界和平。那我们吃素也是希望说大家和平共处，所以这不谋而合。路遥知马力，我们用时间来证明，我是超马选手罗维明，我吃素。